第一是啊，一是储存格啊，一是储存格啊。现金股利以原有股数与分配股数的总和除以总发行股数，再乘以分配盈余。所以这边我写等于左括号，插入名称，贴上啊。原有股数啊，第一个原有股数啊，把它确定，然后再加上插入名称，贴上啊。分配股数啊，超分配股数，右括号，除以名称，贴上总发行股数啊，总发行股数，然后除以总发行股数以后嘞，然后我们再乘上分配盈余哈，所以插入名称，贴上分配盈余啊，然后确定就好了。然后在现金股利这边啊，一是储存格按华数左键两下啊，就全部算完了。